这干嘛呀？问毛病问毛病，对，还完了在这里。今天有事干啊？问他去。你等他回来，他一定一定回来。你关前门走到最后就好，关这儿关门了。这些最基本的要有。说明什么？字迹不是先用的，所以有不是很平衡。嗯，对。说明一下，这个保护。对，那个叫什么？